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。我们今天找来了鬼鬼，还有巧克力，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玩南瓜派对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啊哦，做什么？是谁揍我？手回太大了。是谁揍我？因为万圣节在四个月就要到来，所以我们提前过万圣节。好嘞，好早好早。我们现在人呢，在一栋洋宅里面，正前方就是一栋传闻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住的洋宅。有时候传闻只能用倒退的方式进入，不是，可能已经太老了，倒退入库。外面是小镇，然后前面是一个感觉很恐怖的洋宅，咱们进去一起看看吧。传闻有人在里面看到鬼鬼出没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哇哇哇！这管家在做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你们都没有发现没有管家吗？油画的感觉，有啊有啊。哪里？哦、好酷啊、哦！和蔼可亲的看着我们。怎么和蔼可亲？啊、感觉哇、欸欸、我。哎、欸，你被他抓走了、哦！被他抓走了！鬼鬼，你逃啊！救命啊！啊，这边有人！这边好多人！这边好多人、哦！救命啊！越来越少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怨魂吗？哎，鬼鬼，我们不要靠近他，他是假的巧克力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巧克力吗？他想要来抓走我们的。我有很多南瓜、哦，不走开！南瓜，刚刚管家给我好多好多南瓜、啊，不要靠近我们！不能吃那个南瓜，来吃南瓜吧！好啊，好啊，南瓜叫。今天这个地图呢，它不是什么冒险地图，它是一个 mini game 的地图，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南瓜的小南瓜的小游戏，很多很多万圣节的小游戏，因为有很多，所以我完全没有看有什么小游戏。我觉得这张地图很酷很漂亮，所以就把它下载下来，咱们一起来玩玩看吧，走吧走吧。点花就会进去吗？不会不会，你以为是哈利波特哦？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边有个 start， 好，怎么样 ？start，start。OK， 哎呦，又是那个臭管家，好，好，哦，一直闪，一直闪，音效，音效，你们在哪？我巧克力呢？被抓走了，又被管家抓走了。哎，哦，这是哪只蜘蛛？好恐怖哦！救命！我没有往哪里走，我没有往哪里走。它上面写 run， 哦，找到了，找到路了，找到路了。run， 好好好。对有对有，哇！救命！救命！哇！哇！哇！没有了，没有，我被埋起来了。没有了。哇！我还在跑，我还在跑，我还在跑。他在我后面吗？变成蜘蛛了。他在我后面吗？对，我们是蜘蛛的视角。最后你要回头看一下。不要。他们回头一下。没有没有，着急啊！没有人。很远的，很远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对呀。慢来，慢慢来，阿仁。很远还。你总都、死了！哇，哇，这好好玩哦，好刺激哦！分数出来了耶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三分。刚刚那怎么选地图的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它是随机的。哦，随机，酷啊！好刺激！这个是要去设目标，有点像是哦，这边有分数哎、欸。两分、三分，不能射到猫咪。村民跟猫咪不行，看不能鬼鬼加五分。秃头跟猫咪，就是射邪恶的东西就行了，是不能够射村民跟猫咪。最高分的是这个，那个家伙。不对不对，最高分的是上面那个啦，那个鬼鬼。哦哦，鬼鬼五分，黄金鬼鬼，黄金。哦，正下方有时间倒数哎，黄金的鬼鬼还是。哎，这个可以直接开始哦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哦，开始开始了，靶场，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然后猫咪，蜘蛛，蜘蛛一分，不是，好远啊，两分哟，嘿，小僵尸，哎呦，被打，女巫女巫，嘿，两分，两分，好准哦，鬼鬼，蜘蛛，哎，鬼鬼鬼，哇，谁射到黄金鬼鬼啊？哭了，哇，哎，鬼鬼才一分哦，黄金鬼鬼，黄金鬼鬼才高分，黄金鬼鬼很多分，哎呦，我有射到村民了，我想射黄金鬼鬼，可是我没有看见，哦，那是猫咪。还有没有黄金鬼鬼呢？没有。一小黄金鬼鬼，哇！被打掉了，太快了！又是谁在我？又是巧克力！射太快了吧？巧克力好猛哦！猫咪不行。村民专门射黄金鬼鬼的。哎、欸，好强哦！哎呀，好远哦！哦，又是你！花太多分了吧你？黄金鬼鬼勾勾带。猫咪啊，哎、欸，这扣三。
哎呀，你说要扣三？哇，回归！哇、哎，没射到，我射到隔壁了。哇，射到了！我领先，我领先！好在，这次都还有多久？还有四十几秒，还有四十几秒，各位，大家都还有机会，大家都还有机会。我是神射手，欸、这个模组做的好细致哦，我喜欢。对啊，只是我有点忘了那个被扣分的村民。一小米，我射不到，射不到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村民有了，鬼鬼有了零分。对啊，我要射到什么？零分是什么？那、啊、你射到什么零分？都是村民哎、欸。剩十秒，剩十秒，对，到处都是村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一下，一下，一把，我记得这个好久没有分数啊，差一点，哇！好、啊，最、啊、低，哎、啊，我第一，对，巧克力第一，哇哦，可恶！还好，还好有很多黄金鬼打雷，打雷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哦，来了，欸、消失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还是没有你们？没看到你们了，你们不见了，哎。要做什么？哦，僵尸出来了！哇、哦，好嘞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那我们就五次刚刚那一关吧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一关是好黑哦，又好黑啊、哦，柯南光啊。OK， 三个，三四二五，一，一二，这里眼睛，一二。三一二三一二三，然后嘞，完成之后按旁边的那个。下一个右边八分段 ，six， 哦，哇，爱心呢？哦，所以大家都是一样哦，门课一样的，不容易啊！哦，两个，感觉一，你很耗脑力啊！这样有对吗？这感觉拼错就 GG 嘞！外围南瓜怎么没有给我南瓜？什么没有给你南瓜？是空的吗？他怎么没有给我恢复的那个？啊，错了，恢复了就是再按一次就可以了。真假？就是错了，错了之后就是按一次提交，就是错了之后你就可以。哦，对，再重新一次。啊，刚刚还有可以恢复的。一小一小，一二三，我打错了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三二三，要洗吗？这样子，这是南瓜吗？三这样子，这根本不是南瓜吧？有了，一二一，欸、是有错吗？三，哎呦哎呦，有人记忆力不好，雕刻能力也不好哦。嗯，有人记忆力不好，雕刻能力也很差哦。笑，一笑一笑一笑，这样子吧。哇哦！三 ，OK OK OK， 三一二三。再来一，这样子吗？一二一二，他在念口诀。叼南瓜，叼南瓜，剩下一百秒了，很快。对啊，刚刚想说四百秒还蛮久的。三四，哇，再慢一点啊！我已经结束了，嘉宁，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叼完所有的南瓜了。我原本是领先的，耶！开心开心，结束了。巧克力得到两个糖果，哇！哦，得到一颗糖果，鬼鬼才在第三关而已，行不行啊？剩下八十秒了。我刚刚看原本还是领先的阿神，你怎么瞬间雕刻那么快？拜托，我就跟你讲哦，记忆游戏我很行啊，雕刻能力哦，拜托，我是左撇子。换游戏，换游戏，换游戏，什么换游戏？刚刚那个僵尸那一关让你赚到了，好不好？哇，我跟巧克力现在平手哎。巧克力平手平手，下一关下一关是要调配女巫的药，她就会告诉你要收集什么东西，我们就要去收集她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喝下药水之后可以抵达这个地方。你要教一下，还有一个东西哦，在书上是不是？书打得开吗？为什么打不开书？哦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嗯，需要金锭右键啊。哦，金锭是要去找、哦、找猪人，找猪人。不知道自己在哪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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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了，我有金锭了。再见。下一个是哦，上面那个好可爱哦，上面会动哎。怎么这么萌的东西啊？这是要打什么？
下来了，下来了，超级问号问号，走开，有没有掉东西？有掉东西吗？拿到了金币。第二个是什么啊？史莱姆。第二个是杜鱼，杜鱼的东西。史莱姆，史莱姆是在那里。好酷，这地图。嘿，小酷到不懂啦，杜鱼在哪？找啊。杜鱼。史莱姆有了，然后有了之后可以喝药水，回到自己的家里，然后就可以调配药剂。Q 是丢出去。杜来，成功了。哦，没有杜鱼，他还有哎，他有第二本哎，苹果。杜鱼不出来，为什么上面那个东西会飘啊？好可爱哦。第二，在这里。哎，苹果。哦，我终于理解了一点啊。有苹果，上面有图。哎，对，我捡到苹果了。再走上去，我在看地图，青蛙欸，地图看不懂啦，我没有在看地图。苹果，杜鱼，为什么外面会有僵尸猪人？好可爱哦。然后如果你要回到你的调配站的话，喝一下药水就可以传送回调配站了。喝到是不是？调配要怎么调啊？丢进去就行了。丢进去，把你的药剂丢进去，然后就给你下一本书。爆炸！有了。哦。下一个是什么？下一个是钢抛的是 Pippa。他要照顺序哦。应该是不用吧，就丢进去就行了。刚三个随便丢，它就爆炸嘞，不就是失败了吗？不要爆啊！爆了就没了，这么麻烦。Sliver 是杜鱼，钢什么的那个嘞？钢 powder 是 creeper。好 ，creeper 稍微照一下好了，我好像丢错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没有。苹果，然后苹果杜鱼，苹果啊，怎么变那么快？杜鱼，这个成功了。下一个是什么？哦，失败了！你是不是扔错了？好，苦力怕会有给两个。我扔错了。我要杜鱼，杜鱼在这个地方。哦，他蜘蛛是打不死的耶。Come on， 嗨，巧克力，你也是巫师吗？金。为什么敲不到他？第一个东西 ，Funky 要在哪呢？为什么敲不到他？你给我快点死掉啊！有了。Apple， 快回家！哦，好。然后苹果 ，Near Wait， 紫色的是什么？成功了。为什么 Pumpkin 打不掉啊？巧克力，快告诉我啊！打得掉啊！Pumpkin 在什么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有长南瓜。哦，它上面的才行。然后苹果下面有青蛙耶，好可爱哦。所以 Near Wait 是什么？中介的什么？哦，那个啦，地狱疙瘩啦。哦，地狱疙瘩，地狱疙瘩在，我跟巧克力实力相当哦。Apple 杜鱼 ，Apple， 我怎么没有找到地狱疙瘩 ？OK， 有了。哇，杜鱼，这游戏好，哎呀，好难哦。我要南瓜、苹果、地狱疙瘩。错了 ，Monkey Apple 地狱疙瘩，要照顺序。Apple 好难。啊！你刚刚不就说要照顺序了？不，我一开始不是就说了吗？崩溃！第一受害者啊！不就说要照顺序了？为什么？哇 ！GFG， 等一下，拿着巧克力巧克力是南瓜王，你看你的样子，南瓜王，你看你的样子，三分，鬼鬼，我们快离开这鬼地方！巧克力，你用 F 5视角看自己，鬼鬼跑。超可怕的，可爱啊！超恶心的啦！我们在哪里啊？怎么看到你了？就不要过来！快逃！快逃！脱不下来，你就是南瓜人啦！是南瓜怪。Great，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就到这喽。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巧克力永远变成这里的冤魂了。QQ， 好可怕啊！没事。别来阴森的阳宅玩，希望宝贝喜欢今天的 Minecraft，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可以用力按下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有趣的地图我就找来玩给宝贝看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，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